登上高铁列车之后，记得放好行李，这样才能够享受一个安全舒适的旅程。每节车厢内都设有小型行李摆放架，座位上方也可以摆放行李。之后按照车票上的座位编号就座。车厢广播和电子资讯显示屏，沿途会播放到站信息以及乘车安全指引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随时呼叫列车乘务员协助。离开车厢前，记得带上个人物品。如果是乘搭广深港高铁，你就可以体验到全新的香港高铁列车港铁动感号或者内地列车。港铁动感号有八节车厢，车厢内有各种贴心的设施，令你的旅程更舒适更方便。车组人员包括列车司机、列车长、乘务员和随车机械师，都会为你悉心服务，令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。如果想乘搭港铁动感号，可以在港铁网站的高铁专页或者高速铁路 APP 留意列车的时刻表。高速铁路给你崭新的旅游模式，发掘更多更远的地方。无论是商务出行还是旅游探亲，乘坐高铁都可以享受一个不一样的旅程。